花楼又吃玉米天成了啊。这个是我上个然后吃的剩了一半，真是两天一天不吃都香，隔一天都香的不行。如果你一次没有吃完的话，可以把它给然后再包起来冷冻起来，然后再拿出来自然解冻就可以接着吃了。四成满满登登的玉米馅，我好喜欢这块呀。还没有，它还没有完全解化，还有点凉。如果这样吃口感真的是更好，凉凉的。它属于是微甜那种啊，低卡的，然后吃起来也不会太腻。真的我一次就要吃这大半个，但是这个有点没有那个完全化开，就有些凉。就有点像吃雪糕的口感，就好像在吃冰淇淋。太凉了，吃饼子还得回去干了。